哎，大长，昨天去街上买了两个大墨鱼，今天准备给小西炖一个吃，用排骨炖。我们现在开始搞了，今天我们就给小西搞个最大的。这个墨鱼我也是第一次搞啊，就把这个白色的骨头把它弄掉，把这个硬的东西全部给它搞掉吧，硬的应该不能吃吧，剩下的应该就可以直接浸泡了吧。好像这个墨鱼没有上次那个小的那么干净一样的啊。好了，咱们先清洗一下，待会用温水泡一下。现在加温水。这个排骨也是昨天买的，我们洗一下。现在再把这个排骨放到锅里面焯一下水。这个刀还有一个缺口的，但是很快。先把鱿鱼倒进去啊，把焯过水的这个排骨放下去，再放几片姜。我们自己家种的葱啊比较小，今天下雪啊全部冻死了。我来给你做的话给你乖吧。啊。这么热。啊。这个小鸡到这里做点汤啊。这个要炖多久啊？一个小时够了吗？放太多了吗？不够力。没事，多喝点汤倒是。要放点胡椒粉。老婆起来吃饭了。嗯，好。今天给你做了一道惊喜的晚餐。先咬一碗还是等一下再咬？我自己啊。今天料好香哎！我今天汤多一点，好香啊！特意为你搞的。辛苦了啊！上次买的墨鱼太小了，这次买的墨鱼大一点。怎么样？这次应该不油吧？不油，还是老公下厨吃的好一点。对，精心搞的吧。你这怎么那么油腻啊？我不要，宝宝又开始闹腾了。他可能吃饱了。叫我们吃饭啦。嗯。好的，谢谢小姐。谢谢，来吃点这个墨鱼。嗯。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还要。萱萱，有那么好吃吗？好吃。这个菜好
是不是？10块钱吗？没有嘞，要88块钱一斤嘞，就那么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比鱿鱼好吃？觉得比鱿鱼好吃一点。老公，你们有没有留一点？这么多斤啊？好像留了一点吧，我叫妈妈。好了。那我们先下去吃饭了，萱萱。嗯，好。萱萱，你先下去吃饭了，我等一下去吃啊。我在楼梯里等着你啊。不是，你先下去吃了。妈妈说我把那个糖变多了，一会我再给你拿点糖上来。帽子丢了。嗯。我家是什么的？你家的？你家是几块的？